哎，说到这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来看到有"吸血鲸鱼"之称的奇鳃鳗，相隔200多年再度出现在英国了。由于这种生物啊，外形就像蛇一样，还有这一口尖锐的牙齿，也获得"鱼界吸血鬼"的封号。一旦被这奇鳃鳗的历史给咬到，就很难挣脱，硬是要去拉扯的话，还会鲜血直流。它曾经活跃于英国水域，但是由于这工业蓬勃发展，再加上新建拦河坝，让它们是一度绝迹。只不过英国最近100多年水质改变了许多，改善了很多，也令这奇鳃鳗再度活跃起来。虽然说啊，它们模样长得是相当吓人，但是营养价值很高，也被王室列入最爱的食物之一。而现在，它们被欧洲列为是濒危动物，如果任何人任意去捕捉的话，都恐怕会被判入刑2年时间。